第二段是不是？不要爬上去，太危险了。我不爱念书，只想念功夫，我会轻功者，我不敢念功夫，也要考试，我不论是看漫画书，耶，当初聪明对女生偏心，影响我的上颗心，耶，不公平王子变得很幼稚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节目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